敲完各大卖场的开箱，今天来到了大润发。那我们就来看大润发什么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反正大家也爱看我们买，我们也爱买。爱买，就是随便买、随便看、随便选。好，我有几样口袋名单，我要补货的，一起补一补。妹，在开车哦。哦，很会开哦。我第一次看人家开车往后撸的哎。下来。接住，谢谢。前面的司机换人当了哦。哇，好挤哦。我们刚才看这个，不知道这个是周杰伦吗？长得有点像哎、欸。马铃薯饼干哎，咖喱。好好好，买。我觉得我们真的都在乱买。你又看了一个什么？珍珠奶茶梨，这是珍珠奶茶的梅子哎、欸。要吃看看吗？要吗？大家有想看吗？好像蛮特别，不然吃给大家看好了。好，这个是大润发自有品牌的，然后想说买来吃看。是上面有一个赞的这种吗？对，赞赞。好，我们来吃看赞的品牌。看赞不赞？你等一下会不会找不到你？你会被饼干埋没哦。好多的，而且叫你要挤在里面。我们买了一些零食的部分，接着是选购了两个养生的东西吗？我们买了低基金跟低鱼精，是郑国成推荐的哦。这个我们之前喝过，很方便，它是一包一包隔水加热，我们就可以上班直接很轻松的喝，整个让身体健康的感觉。我们家是不是平常大家就很爱喝鸡汤啊、鱼汤类的东西？但是问题又出在我们就是本身没有很爱进厨房这一块，很懒，就我们也不会炖补啊，我们也不会熬鸡汤，我们也不知道怎么用，而且又懒惰。然后又忙，就买这个一包一包的就很方便了，我们不用买鸡回来滴也太麻烦了。我们交给方姿来帮我们顾身体。我早上喝了一个低基精，我就觉得精神百倍。早上一起床空腹喝，空腹喝最好。我就是已经喝了一阵子，有没有感觉我眼神比较明亮？是看老婆瑞丽的眼神吗？我们都没有在看她。我每天早上到工作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用隔水加热喝一包，整天就是工作特别有干劲。而且你就是可以看心情，我今天想要喝鱼汤我就喝鱼精，我今天想要喝鸡汤我就喝鸡精。谢谢方姿帮你老婆照顾你。对，而且我们刚好没了就补货，回去可以跟大家分享。哇，买了披萨，吃吃看大润发的披萨。它还有外送，我们先帮大家吃吃看，大家以后可以叫一个十八寸，只要299。Oh my god， 好便宜哦！还有我喜欢的鳗鱼头。我们是买了一堆咖啡、奶茶类的东西吗？好便宜哦，买起来。我们又看到这个，这次是大润发自有品牌的很大罐的沐浴乳，好像也是88块，对不对？我们上次去家乐福，身体洗一洗也不会坏啊，这个就可以了。他们自有品牌的都很便宜耶，买起来。赞！有跟你再转过来说一次。赞！你看到什么？赞的吸收乳，这样才220哎。好赞哦，超大罐哎。这样才49，要试看看吗？结账中。要回去开箱了，妹妹你说 go， 拍手，大润发开箱。我们刚才就是不是说没有什么要买吗？然后结果猫起来买，因为那边其实在整修，没有很多东西，然后我们就说哦，好像没什么好买，就买了一堆。对，我们就看到哎，这个好像没吃过，也不然买买看，哎，这个好像不错，也不然试试看。我们就是一种实测的精神，一直帮大家试试东西。今天买了一些奇奇怪怪，例如珍珠奶茶梨，包装看起来是蛮……哎，我一打开，满满的奶味。哎，那个梅子不是咸的吗？奶味的梅子就像奶酒一样，有加奶。它不会奇怪，它就是一般我们去 Seven 买的那种腌制梅子，然后有一点奶茶味。我也要。还有纸要吐出来哦。我觉得奶味蛮重的。不是我喜欢的，没有很咸，也没有很酸。我觉得没有，它就是只是包装写的珍珠奶茶。可是你没有吃到奶茶味吗？有，我吃到奶味啊。你的舌头坏掉了。很微。大家就买一般的梅子就好，好不好？大家可以不用买，因为这一包110多。啊，对啊，蛮贵的。哎，谢谢。被丢到这里了，然后黑奶又在吃卫生纸，好吃吗？这次还买了噔噔噔噔噔，这个就是我们要来看看。这个蛮便宜的，反正就崩碎了。哎，88块哎，它有几公升？2000毫升。我把这次我们灌洗的东西都一起介绍，还有菲尔这个也是洗头发的，还有
这个是很便宜的洗手乳，对，便宜49块的洗手乳，就是那个蘸的嘛。对，猫油猫油。我刚看这个，这个蓝色很漂亮，我就买了。然后你就闻一下那个味道，就是很像很有一个品味的人在洗的，但它也是偏贵，它偏贵，所以你就是比较看外表的人。没有，哎，这看外表，我是看外表不看价钱的人。谢谢，来咖啡。我们这个败家女，她都会去 Seven 买这个。这个是左岸咖啡，欢迎找我代言。谢谢清风代言了。我们刚刚买这一杯24块。对啊，而且 Seven 要30块。我们买了四杯就64。24，省了24块。一杯哎。对啊。买五送一的概念。所以以后如果要买咖啡，拜托你们就是去大润发买就好了。贝纳颂比较便宜，也是25块。Seven 也是30块。然后那个是我买一个促销的 ，Seven 要30，它只要卖23，我们赚到7块。对，我们就是这趟去买了很多咖啡。牛奶，哇，牛奶谁最爱的？我。那是什么口味的？果汁牛奶。Juice milk， 来跟着爸爸念一次。Juice milk。它很夸张哎。Juice milk。千万不要跟爸爸学英文，谢谢。我还看了这个柠檬奇亚籽，还不错，很像柠檬汁，然后还有三分圆。没想现在想要喝那个优酪乳，一罐才13块，我看到它在特价，我又跑去拿了2罐。那个水果干是我看到觉得蛮养生的感觉。好臭哦，因为它有菠萝蜜，我不喜欢菠萝蜜。菠萝蜜很香，香吗？菠萝蜜我不爱给你。好，你跟你吃什么的？披萨粉。好好吃哦，菠萝蜜干。它里面有菠萝蜜、芋头、甘薯、香蕉、甘薯哎、欸，甘薯讲过，所以还有香蕉跟甘薯跟香蕉，还有菠萝蜜。哎、欸，这个我是干嘛的？蔬果脆，蔬果脆，95块，很便宜耶。一般的那种干抓可能100多块，然后一起点点，但这个很大包才90。而且它是很脆的，好吃。嗯、你喜欢吃吗？嗯，我想吃菠萝蜜。你跟我一样，给你放，给你放。哎、欸，哪一直在捣乱我？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方知低基金，低基金，我这个平常都有在喝哎、欸，看得出来你很需要，需要补充一些营养。这个一小包都是一整只全鸡去低炼出来的，没错，他们的鸡都是90天拥有健康证书的红鱼土鸡哎、欸。它还有一点很厉害的是，它食材跟蒸汽是分离的，所以它完全不会碰到一滴水。方知的低基金有高温高压灭菌，所以它可以常温的情况下保存2年，而且有通过多项 SGS 合格认证，我们消费者喝的安全又有保障。这个是低基金，为什么会选他们家？因为一般的都是喝鲈鱼精，我之前喝鲈鱼精的时候都觉得那个腥味很重，真的没有很喜欢，味道稍微重一点，而且之前喝的有一点会加姜跟加有点酒味，这个是完全不含盐、不含酒、不含姜，所以小朋友也很适合喝。因为他们家选的是你说萨瓦希汤的那个丝木鱼，哎，那就是我们平常很爱讲的萨瓦希耶。所以你不觉得喝这个一包很有营养价值在？而且他们做鱼精之前会先把鱼的肚内脏分离，然后再去做，这样让我们喝到零胆固醇的鱼精。很专业耶，你听起来很像有杀过鱼哎。没有，因为我都会用这个给小彻喝啊，因为他们兄妹很爱喝鱼汤，给他们一人一包这个就完成，让他们健康又有营养。真的很适合老人家、年轻人、小孩。还有孕妇，讲那么多，不如我们就直接低基金、低鱼精喝起来给大家看。噔噔噔噔，用好了。我们就是很方便，只要隔水加热，然后这样倒起来喝，大概3到5分钟，那就会有点温温热热的。交杯鸡精，交杯鸡精，交杯鸡鱼精、欸。我们甚至连交杯酒都不会。我觉得它就是有点刚刚的感觉，然后它真的是很纯粹，而且不会油腻，真的很香，香味十足。而且一喝进去就有那种胶原蛋白满，然后我觉得超赞的。喝完健康的低基金，我们要来吃一些热食食物。没有啦，是饼干。好，继续下一个。这是我刚看到就很想买的黑松露饼干，这个很好吃哎，是乐事的哎。我吃一个看看，好吃哎。嗯，好吃哎，好像来到意大利餐厅哦，是炖饭吗？很好吃的这个。
个好吃，可以去买。塔迪娜的松露薯条来大评比一下，又是松露就对了，松露之间的 PK。今天最开心的就是小孩，因为可以吃很多饼干。哎，你看来了，所有人人到。这个也是好吃，它没有乐事的薯片有松露味那么足哎。可是我喜欢这个哎，因为它就是比较淡一点。这两个都好吃哎，好吃，两个都 OK。那你喜欢什么？加这个的比较喜欢乐事，我喜欢你。来看周杰伦，哎呀，喷出来，我们会被告。其实这不是周杰伦，哎，他们才要被告嘞。可以这样画人家的吗？哎，我们给他近看一下。哎，真的蛮像的。其实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我们只是，我们也不 care 他是什么，我只是想买来笑一笑。说不定很好吃啊，好吃这种哎。哦，我觉得蛮好吃的。它怎么会辣？很辣。是泡菜啦，啊，还蛮好吃的哎，欸，这个可以啊，不要再笑他了。杰伦饼多少钱？65，很多吧，而且它有两三种口味，想要吃的可以自己去买看看。黄魂美很好吃，很好吃，我们平常在 Seven 就会买了，百吃不腻。可是它很贵啦，可是这样一大包才149哎，我们在 Seven 买一小包好像就要就670对之类的，这样其实这样很便宜。哎，你们真的是爱美子达人，这个我们很常吃，大家可以去买。泰国必买。虽然我没去过啦，这个很好吃，就不多，就很辣很辣很辣的那种。买太多我们就不一介绍，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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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等等，那两个东西可以讲一下，买一送一69块，然后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对，买来试试看。对，就是看起来好像蛮可爱的。大家有想要了解，可以下面留言，我们再跟大家说好不好吃。我们会不太专业吗？然后买回来，然后没有开给大家看。还有泡面。这感觉是在家里追剧看 Netflix 会一直吃，这个好吃。哎，这个好吃的，咸咸，有点苦苦甜甜的，这会一口接一口。大家可以去买这个。好喝。螺蛳粉。妹妹，关你什么事？我就问。这个真的超好吃的啦。这个好好吃哦，而且没想到现在台湾也有卖。对啊，因为我们之前都要在大陆买，大家有吃过螺蛳粉的在下面留言起来告诉我们你们都吃什么样的螺蛳粉，因为它真的太多牌子，我们这次去大润发只有这一个牌子，然后刚好我们之前也有吃过这个，我们也觉得好吃，然后这一包是199，大概是2到3人份，我觉得还蛮大的，是有一点小贵，但我觉得很好吃，很值得，小时候的童年啊。咖啡豆来加这个奶油。请问是到大润发买披萨吗？哎，我们就经过看到披萨一个才59块，很大片的。其实好吃，它冷掉比较干，但如果微波一下应该好吃，蛮 Q 的。就是以冷掉的披萨来讲，它不错哎。还有一些民生用品，一些垃圾袋啦、棉花棒、化妆棉。哎，棉花棒我们超需要，我们每天我一个人要用4支。哎，我们有需要挖给大家。69块，然后跟牛奶一样配色的卸妆棉，要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吗？这个很好，我刚买了甜甜圈，然后其实我本来只想吃一个，然后小车后来也加了一，妹妹也加一，我准备要结账是3个 ，mini 就走过来说他也要加一，所以是4个，然后店员就说买5送1哦，然后我就又挑了2个，所以总共6个，在准备要结账的时候，店员说什么？买7送3，所以总共我们买了10个。第15个，他说再送5个，还是他们只是快休息的，快点卖光。对，他一直狂推，然后就是你听了那个优惠，就又感觉不能不跟着那个优惠走。他到了柜台后要结账，那个店员已经在笑了，然后他还说现在加购价饮料全部5折，有没有需要？我们真的不用，谢谢。哎，那 Mr. Donut 的甜甜圈就是很好吃。最后，噔噔噔噔噔，满满的低基金低鱼精，感谢。让我们喝了满满的低鱼精、低鸡精，真心有在喝才敢推荐给大家，而且都是有认证、安全又健康。它有很多组合，一般低鸡精、一般低鱼精，它组合官网有很多。喝过其他牌子，想要尝试看看这个牌子，不确定有没有习惯，可以先买小包装试喝，然后当然试喝 OK 的，就可以买这种大包装的，会比较优惠。然后像这个有8路组合，然后像这个礼盒组就是6路的。而且这个礼盒组还有送一个小杯子，很可爱。这个送礼很适合哎，假如有朋友住院啊，还是
哦，坐月子啦，就是住院。我们是不需要朋友住院，大家最好坐月子，我们让大家过年过节也可以瘦。平常也是有保健作用啦，让你自己充满了营养的成分，然后又让你方便来喝。我之前就是买这种组合的，然后它是八路，比较划算，大家可以上那个官网去找最适合你们的优惠。你们可以买多一点，然后它优惠比较多，因为它可以放两天。就是买越多越划算的意思。对，就是大家可以安心的囤货啦。它的保存期限、有效期限可以放两年。所以我们可以囤越多都不怕喝不完，我们到第三胎还是可以喝欸。重点它不用一定要放在冰箱，它是常温保存就好，所以它也不会占据你冰箱的位置，所以真的现在趁有优惠的时候买起来放，囤好囤满，方知低基金跟低鱼精。我们开箱结束了，如果你们还有想看我们开箱什么，像保养我觉得保养或屈臣氏什么都可以，我觉得你应该准备给我们钱，然后让我们去买。准备一人老板一万可以吧？一万去屈臣氏，我们去星光三月一人八万嘛。谢谢，来大家这边说拜拜喽，下次开箱见。星光三月敲碗，拜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分享、分享、开启小铃铛，订阅。